有必要看。今天的任务就是找咸水鱼。有看到豆仔，没看到阿福换的位置。有看到阿福了，有看到阿福，可是不一样，天气太热，不开口。所以停在旁边就可以，重冲就可以了，不去学乱飞。我要学，明天要来，我是会躲位，大位的。总黑工，那个水管下面多很多大条，下去就有，大有小。
啊，无绑好。
这一步哟。感觉水质还不错呢。有的没有放进去，数量不少。夹子没屁用，大家好，我是伍佰啊，今天在云林这边摇晃的路上来，这个料点在路边呢，自己找吧。好吧，今天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，我们下回再见吧，拜拜。